千里思，李白。李陵墨湖沙，苏武还汉家。迢迢五原关，朔雪乱边花。一去隔绝国，思归但长嗟。鸿雁向西北，音书报天涯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汉武帝时，李陵被匈奴大军围困，兵败后投降匈奴，从此他的一生就埋没在胡沙边塞之地。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，不屈服于匈奴，就在北海牧羊，多年后才得以重返汉朝。五原关迢迢万里，朔雪纷飞，大如夏花。从此一去就相隔在绝远之国，思念家乡却不能归来，只能长嗟短叹。鸿雁年年飞向西北，让他们来替自己传递书信，寄到远方的亲人身边。再读一遍，千里思。李陵墨湖沙，苏武还汉家。迢迢五原关，朔雪乱边花。一去隔绝国，思归但长嗟。鸿雁向西北，音书报天涯。